哦，太棒了！我跟他说，我们的，他就是让我们先看到这个安光线打开光之后，那啊，再按一点哈，因为那这里就是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影像，这么年轻，这么虔诚，带着花出来啊，这个智慧菩萨，王弟，我等下都冲回到北边，我稍微讲一下，我跟你过来个相公，我跟我啊，我怎么讲？ 你不要骗我哈！好，这两个的意义高，我心痒啊！好，我的意义都要开始。啊，我说爱的最就是你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。我们看这一段，就是说两个这么甜蜜，一个是歌手，一个也拿到他的舞托来画这个圣女的画像。 告诉他说：“你今天晚上我要演唱哦，然后今天是之后我们要到森林的小屋，我们要来约会哦，森林里面都是非常的芳香哦，不管有没有月光，都是一个很美很静谧的夜晚，大概是现在叙述这样。” 这个已经暗示了一些他是个虔诚的哦，那到后来也会粉饰这个宗教哈，就是然后我们的一个文化这样。哦，刚才在就是在这一段哈，因为这个唱都会唱多一点，他这个意思内容就没有太多哈。 就是说，啊，他说对啊，说我要跟你去，你到底有心不在焉，不开开心跟我约会吗？啊，就在期待晚上的约会。因为画家心不在焉，因为那个郑志光还在里头。 我刚才在想说，他怎么样？那如果想让朋友可以没有很专心听他女朋友讲话，好，我们就跳到那个后面去哈，就是前面其实这一幕也蛮长的哈，可是因为我想说后面有两个。 像贵族一样啊，他现在跑到教堂来找人，然后就那个执事，那教堂执事也是一个角色，他
那明白你是你说他也是在这里面不仅仅是非常讽刺，就是说哎呀好像在教堂里面那个正面向下来，不是，他就是个小人物，他也会为自己的安危，所以他也赶快讲别人啊，应该是画家啊，应该是有那个什么，所以他就大概就知道，然后就变化我的爱拉罗比Grande una carrozza, presto segui la dovunque vada, non visto provvedi, ti convegno, Palazzo Farnese. Basta, nel tuo cuor sanni.歌剧里面就是说，他会用不同的角色，好像这个就会用男中音，好，那年轻的会用男高音，那老的也会用中音或者低音，大概就是那个声音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年轻的在演老，因为他的声音本身就是比较低沉，他就只好变化成老一点。那有时候会看到，一个很老的很年轻，因为他声音就是很年轻。所以他就可以演荣幸的角色哈。这里我们要稍微想一下，因为听到一起说，哎，你老师比较纠结，我太奶奶沟通沟通的哈，这个要多听几次了哈。那这个是，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段，那因为歌剧里面它有一些对话，所以有一些是没有什么旋律性。好，那特别等一下会有一首就是叫做《为了艺术为了爱》，那现在没切过去找不到那个遥控器哈。那这个就是它其实里面就是，好音乐还是属于比较。浪漫时期的音乐，那我们讲到二十世纪、二十世纪初，如果还是这样，我们就会讲后浪漫主义，因为浪漫时期已经差不多过去了，那你还在写浪漫风格，我们就会说它是一个后浪漫主义的功课。那它其实它是意大利的，可是当时在十九世纪末期，就是下半叶，华格纳德国歌剧作曲家那个华格纳影响很大，比如说他就引导动机。那他把戏剧跟音乐融合在一起，所以不去你的曲子里面虽然有几首很好听，但是就是没有像在更早的，就是很多很多有十几二十首这种什么咏叹调啊，大概就是特别有几首，那个它的戏剧性比较强啊。那这里面特别就是我们等一下能够听到，就是为了艺术为了爱。那这个我刚才讲到他是女歌手跟画家的爱情啊，然后秘密警察就是垂帘女色公器私用。那其中有一段他就说啊，你们如果太就是说对爱情太执着啊，就是会得到很大的伤害，所以呢我对爱情是不执着的，我就是一个一个追求，但不执着就不会受到伤害啊。那就是其实像他在也不是只有秘密警察，我只有我最近那个这个社会事件每天在电视上，这个也是这样啊，每天追逐一个女人啊。那像
莫扎特的谈笑环迎也是啊，当然可以算到2000多个啊，那个大家看里面一个小论就是说，那个歌词更好找，那只要女的都要啊，胖的、瘦的、白的、黑的啊，这个穿裙子的、不穿裙子的哈、啊，就是啊，它里面那个仆人就是唱这个东哥班的这个。贵族追逐女人，那这种就是普契尼用了很多的这个元素，戏剧的元素，或者它呈现出来的东西，其实是可以说国内国外古时候现在都可以找到的这样的例子。所以这个秘密警察虽然他是一个坏蛋，可是他里面的他呈现出来也不是只有这个坏蛋而已，其他的那个台湾社会也有很多哈。那他就借着捕捉犯人来铲除障碍，然后用这个来要挟这个女孩子说，你要献身给我，我就放走你的这个男朋友哈。那所以呢，变成说那个为了艺术为他，就是这个托斯卡呢哈，就是前面我们看到他这么美丽、这么纯洁、这么虔诚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为了艺术为他，他其实也就2-3分钟的，就是他就唱出说，我这么样的虔诚，我几乎每天都到教堂哈，就是常常到教堂。有献花，我甚至到我的手势都是这样。我常常帮助别人，那我为什么要得到这样子的待遇？就是说，他是这么纯洁的忠于他的爱情，可是他为了爱，他竟然要献身。好、哦，所以讲出这样的年轻女子，她对于她的手贞洁，或者就是永远的手贞洁，哈、哦，就是这样。啊、哦，非常非常的痛，这3分钟。那这个为了艺术，为了爱，这个是全世界的人只要喜欢歌剧或者你听过的。哦、你即使没有听过，下次你只要听一次，你就会爱上它、哦、就会到处找。现在那个电脑太好找，你可以找3个版本、5个版本，然后去比较不同的歌手、哦、就是唱的怎么样的、哦、这个是在这里面的。那这里面也借戏剧来描述人性弱点，爱情的嫉妒。那这个当然我们如果女性看呢，会有点不满，每次把我们的女性都形容成没有脑袋啊，就是爱情啊，就是嫉妒啦、啊，然后又受不了，又不够坚强啊。男朋友被刑求家就话都讲出来，结果那个政治犯也被就自杀，因为被要被抓就自杀了。男朋友也没了，好像都没脑袋上，这个另外一件事哈。这个可以我们在讨论那个女性主义在这个作品里面哈。然后这中间当然就是涉及不择手段啊、刑求啊，还有教堂里面的人也很谄媚啊，哦，也在什么事中下。所以这个为了艺术为了爱，不只是那个音乐的美让你感动而已。他其实这个歌词里面也透露出说，那为什么我这么虔诚，我做这么好，那我还是没有得到善报，而且我还是死了。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？好、哦，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也有一些人，甚至我们自己，就说当你帮遭到很大的困难，或者什么，你会想说，啊，我拢这善良，我拢帮助人，我唔捌人害，我怎么会遭遇到这个？好、哦，所以没有答案的，在这里面没有答案。所以那个音乐啊，这个艺术里面的那个，真的是对信仰的指引啊，就是啊，这个骨头上。